五点多。最后一个喽。来，这样结了，可以聊。来，一千块来。嗯。哇哇，太划算了。大概在十分钟就下班了。哇，来，大哥来。大哥是没怎么划。哎，来来来。马币先给你，马币再给三百点。对了，你一招，我帮你的。不是拉两盘吗？没有，别僵掉了，不要再讲了。点到为止，再说就多了，有点多。没有，你叫他再拿两千出来，再拼一场没给他。来哦，我们那个礼拜呢？来上面发掉。来，接下来有。来，朱小姐啊，后面三位啊，三位啊，大哥，谢谢大哥。那边走过来。在哪？在哪？去那边走啊。那是真的。他在赶下班啦。我等你包厢顶好了啦。我拿了几包来。来，刚背埋伊个哦。来，这个人都几包。然后几包，这点。哦，来，最后一位，来，一千块来。OK， 对了，来。后面。好，过来。来，最后一个一千块来，准备着冰贴，来几千两，破、哦，来一千块，最后一位喽，准备点，没有喽，没有在这一盘喽，来一千块来，就你们讲，就地升级玩两千，我带各位分哈，来最后一位，来一千块来，来存几百两，来几千块，阿瑞瑞也去，龙华，乖，来你买两盘，一千块我来，几百块我买。今年啊，大姐有彩蛋要送你哦，一挂人老的，一千块，彩蛋要送你哦，大哥，帮我哩，我处理，冲两个，我要走了阿姐，两个，好，大哥讲啊，我今天对你做好，因为你想我来，就安尼遐生气，我心态袂好，哦，挂袂半小时。来，阿在纯粹别修灯来呀，修窗把这的。那三百应该可以吃一个月的吧？快点准备啊！好，来几千个修这边，对他嘞。谢谢大哥。对吧？我你那边啊。来这样两个啊，我发来沙发的。好，来过来。妹妹。好，妹妹。好。没有分别的啦。来，好，妈妈带你上场了。来，小哥先别着。我当这是阵家人来的，真正足贵无俗。我安尼买真正是要交朋友的。什么物件分分嘞？来，地牌。哦，先分分，拍。有啊，三百被服务员扫走。地牌。我哩搞分分。买地牌来拍手。来，六分分来。那刚才谁买地牌？刚才我买地牌。没收你地牌。来，还有一位来，大哥，谢谢哦。我们小轩哥，冰冻，来，我前面，过来，再换。来，家人，基隆索小姐，来，我爸过来，来，我爸来。我们今天这索小姐超级好吃的，来500块，来，星球姐妹来，我爸。差点就给他卖了哈。没有，姐，差点就再见。来，我爸过来。我们重新回来，我们家来金钱，我要卖完。来，我爸过来，给你。是更真正好滴啊！这钱啊，这袂咸的。这钱，来先烧头前等钱，来500块都。要吗？你买啦，我买你欢喜啊！要收煞啊！我搁伫遐豆豆卖咧，来500块来。阿姨找你500。这叫是更，家人的是更足出名，全台湾拢捌食过。哦，你若在台湾，你就捌食过是更啊，家人的真正甜的，来500块。哎，你是啊？还是无俗道理啊？我去看卖你500，你已经无底底啊！我卖袂完的，我搁要送的。哦，我还要继续送。几两多？几两啊？两枚对。两枚啊！啊，你可能我送无到位哦。快去！好来，500块。这也到上面。这也到大哥。八大哥呀！哎，哪里广告？好对。耶！我快下班了。卖太贵了。啊！你别想问了。
一起来，他们去大波啊！刚刚站我这边的那个，刚刚被鬼，来我发的，自己都没看到。我觉得你好贱。快来呀！冲啊！我有点头了，上班领军啊！来，接下来拍吧。一来，一来呀！我靠，人家当的不是？没来啊！已经站住了。现在你拍什么路？天天叉叉的，我告诉你。没有啦，油炸的还多些。来，卖光吃的呀，都吃黑的，不跟我笑啊。来，我爸过来。来，遗憾。那边啊。来，我爸。宋哥，休息会了。汉哥下班了。不跟我笑。来，我爸过来。啊！你是咧等啥？这一盘五百，爱拖了遐久哦。新鲜蔬菜就几条。来了，有味料，品尝过。青菜一个拢是几啊十块。野草的时阵打无半呢哦，几条。来五百块，对啊，真正呢。来五百块来，双小姐，五百块，几个杯啊？谁没有？你自己。哦。小雪姨。一样两个客人可以哦。谁都没有啊。可以。来，我发货。几点啊？先拍卖。来，我发货。海鲜拍卖，一样一样。没有啊，没有留到啊，没有留到。开口吧。饿了。没有没有没有留到。没有人跟我们讲的。没有，不是那个赖哦。不是那个赖，不是那个。漂亮呀，这样，快过来，这样。对呀、啊，没错啊，啊，他在网络上讲的啦。五百块，来，纯细的人给你啊，要料你呢。纯细人给你啊，给你啊，再加码哦。来六个客人而已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不好意思。来，新添两个人给你来，一份我爸过来。来，最后三四个客人呢，去听我爸说，放那边前面，放前面啊。来，我爸。过两个小时更好，来后面再过来。别聊聊呀！我不记得啊，不别再我爸过来。爹，走吧。啊，你不是华人啊？来，最后三位了。这样，上面来。你给几分啊？来，分给几分？来给我。老板，分给老板呀。来，我爸扣最后三位了哦，黄小姐。我爸扣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谢谢。来，有买是更多也就。你第一批买的。阿伯像阿伯，阿伯阿伯啊，阿伯贝啊，阿伯贝啊，阿伯啊，这边贝吧，来，我帮你弄过来。对啊，对啊。整整行行的螺蛳啊，地鲜螺蛳啊，花菜螺蛳啊，来，剩两个人给你啊，来，剩两个人给你啊，来，我帮。好，你已经有买了哦。我聊完了，请假先给。是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还够摆脱。没了，没。这几袋出力，一袋剩下两条，等我一下。哇，剩下一条，一百五，打一百六了。他要这几条七八块钱票啊？干嘛超彩？哎，你鳕鱼个剩几瓶啊？来，上面是几个能绑定的嘞？这瓶是算是可以的，可以啊，来，请我这瓶了。